发界卫星空中护人员，诸位观众，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日是空中护人员第二届净宗课程《无量寿经》第83集的播出，请大家掀开《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会》第83页，科会第83页经文为第一行看起，这一章是中中会面第36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我欲逆定，如是我恶、我痛、我消，颠转上生，甘有犯处，当立恶处，惜其今世，先避边殃，速生不得，是将见之。惜其受将立三恶道，求同苦毒，自相交连。到这是一段中中会面第36这是本经第36章的经文。佛在这章经文当中显示出恶因恶果，应当爱知影改变，甲咱显示的做什么款的恶因，会得到什么款的恶果，爱知影通禁戒避免，就是卖去犯着这个恶，卖做这个恶业，爱知影通惊，知影这个恶不可怕。末后劝导咱爱正心诚意，不忘功夫，以免后悔。请看经文，经文拢是接着顶面一章而来，接顶面来。佛告弥勒：我欲逆定，如是我恶、我痛、我消，颠转上生，甘有犯处，当立恶处。那么这就是讲，顶面经文所讲的一个我恶、我痛、我消是颠转上生有人敢犯这个恶业，一定爱经历恶处。迄其今世先避边殃，速生不得，是将见之。或者呢，要不死的时阵在这个世间都破病了。破病另外呢受灾殃。病呢速生不得，要死也未死，要好也未好，是将见之。那么这就是让大家看到了，看到这个报应，做恶业的报应现世报叫做花报。下面呢，讲果报，惜以受将立三恶道，求同苦毒，自相交连。或者呢，寿命将落，死了后，就立三恶道去。地狱、五鬼、畜生。那么，对了三恶道，那是来生的果报。对了三恶道，忧愁、痛苦、残酷、恶毒。自相交连那么自己呢对着这个恶道里面这个交连，就是形容跟火烧得很严同款，尤其是形容地狱道地狱呢所看到都是一片灰光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开头就总结顶面一章所讲的五恶，是做因，做这个因，就是杀、盗、淫、妄、酒，
啊，这里面也包括了十恶业的贪嗔痴慢，啊，这是做恶因呐。五同是讲花布啊，做了这五恶的恶因啊，那么得到五同的花布，就是咱一生在世的痛苦。五消是讲来生将来对了三恶道的果报。因果颠转上升，因能生果，果内面有个主因呐。这因果循环永远无完无了，而且是愈后世，迄、那个愈是痛苦。为什么？这恶因做得太重，愈做愈重啊！所以佛在此地特别。见过啊！你做恶因，将来受恶报啊！受恶报的时阵，佫怨天尤人，佫再继续做恶因啊！愈做愈严重，果报愈来愈重。那么佛教人见过，讲甘有反处啊，讲啊，这。敢做敢犯啊！敢去做这个恶业啊！敢犯这个恶业，实在讲拢是迷惑颠倒，伊才敢犯啊！如果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真正明白、真正清楚，我想无一个人愿意做恶业啊！会做恶业呢，主要就是讲对这个事实无彻底了解。认识无够，无够清楚。啊，为什么讲真正清楚明白啊？决定无人愿意做恶业呢？因为知影做恶业，后来必定爱受这款的恶报。啊，做恶业的时间真短，受苦报的时间真长，谁愿意要做这款代志？啊、所以去做这恶因，拢是迷惑颠倒啊！伊才敢恶作妄为啊！所以佛在这个内面啊，伫遮呢提出警告啊，咱来好好啊记在心内。下面先讲花布，这是五统，先讲五统。迄己金色先被变样，变是变幻啊，破病啊。那么病啊，为者咱来当知影，病是果报，因就是做恶业啊，尤其是杀生、食肉、啊。那么这个恶业呢，就是多病、多命的果报，殃就是灾殃啊，灾祸啊，咱一般讲意外的灾难。一常常的遇到灾殃，四生不得，四种见之，这是大众拢会当见得到的。这代志只要咱自己平常小可留意，就知影。啊，所以人一生当中无遇到佛法，无读佛经，那是真不幸的代志。为什么？这世间真侪代志，伊确实唔知影。经常讲迷惑颠倒，一点啊都无错。无读佛经，无接受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确实迷惑颠倒。啊，对这世间有真侪事实，伊唔知。那么，咱也看到有一挂人啊。家庭环境拢袂歹，拢真好。可是得到这个病，这个病什么医生也治袂好。啊，规工咧倒眠床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啊，可能要好也袂好，要死也袂少，也袂得死。啊，倒眠床咧拖啦。啊，剩一口气，
啊，像像嘛，即个普遍就是讲植物人啦，啊，或者即嘛讲诶，老人痴呆症、老人病，即一类诶，啊，那凡是呢属于即类，病了真久，啊，好也未好，死也未死，啊，那么我有一个亲戚呢。那么治到迄个病呢，已经有差不多二三十年啊，二三十年。啊，大概我做兵退伍啊，一两年，啊，迄个时阵，啊，距离即马超三十年。那么，迄个病呢，拢是倒在眠床顶，也无法通起来，啊，拢爱人去伺候。啊，迄个病呢，也袂好，也袂死。啊，就是即大家讲的素性不定，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啊，那么以即个病。伊即款情形必定有恶业牵缠，才会不幸治即款的病。如果伊若不得佛法啊，对佛法呢有侵入，甲注意讲呢，任何的病苦拢会当治疗啊，无讲袂当治疗的，虾米款的病都可以治疗啊，只要你对佛法。有深入的认识，啊，对这个理论的方法，啊，深入的了解，啊，无讲迄个病袂治的啦，拢会使治。那么，咱综合佛经内面所讲的，人啊，咱人生在世间，治着病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作三大类。第一类，这是生理上的病。这生理的病，大概拢是饮食起居无注意啊，平常呢三顿在食，食了无拄好去啊，食到无卫生的物件，食到歹物件啊，也个呢，这个早暗啊，这个生活上呢。无注意啊，得到伤风啦、感冒啦啊，那么这是属生理上的啊。那么世间人讲卫生，卫就是保卫啊，保卫生理啊，生理的病啊，这个生理病，这是医生可以治疗的啊，世间的医药。啊、医生呢可以来治疗，医药会当治好啊，那么这就一定爱找医生啦，啊，找世间啦，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啊，这生理病。第二种病就是冤业病，啊，这个冤鬼附在身上治的病，啊，这个病真麻烦啦，为什么呢？世间的医药无路用，无效，医药达未到。啊，咱一般讲的，治着这款病呢，迄人无正常啊，中魔了。啊，冤家债主呢，倒在伊的身躯，附在伊的身躯。啊，这就真讨厌啦，啊，真麻烦啦。像咱佛文内面啊，咱这个历史上记载啊，佛文的历史啊，咱佛文啊，这个寺院道场啊，真普遍流行的有一本禅叫做《慈悲三昧水禅》啊，相信咱同学啊，有真侪人捌听过，甚至呢，你捌拜过这个禅啊啊，这同修呢啊，有人捌拜过。啊，拜过一个水禅，啊，这在咱台湾，在大陆，
甚至东南亚啦、新加坡这代，这也真普遍。拜忏、拜水忏、水忏的缘起啊，就是讲发起水忏这个因缘，是唐朝的时候五达国师啊，距离咱即卖呢一千多年了。啊，这个五达国师呢？在当时有一个冤家对头呢，找到伊了。那么在伊这个大腿呢，生一个人面疮啊，啊，后头后面后目睭后鼻孔后嘴后耳孔，啊，跟人的面型同款。啊，那么有嘴呢，啊，时间到就要食物件，啊，那无提物件好食呢？伊就痛到死死昏昏去。那么五达国师啊，伊是一国之师，皇帝的老师啊。啊，当然皇帝老师啊，治着病啊，这天下上好的医生、名医，拢出来甲治疗，无效，治袂好啊，人嘛唔知迄是啥物病。啊，那么这就是讲冤业病呢，世间的医生无法度，世间的医药治袂好啊。啊，毕竟伊也是相当有善根，伊是十世修行的高僧，啊，十世人啊，持戒精严啊，这款的高僧。那么到个唐朝之前呢，一念之差，就是升起功过五万。啊，这个皇帝呢，送伊一个这个沉香宝座啊，迄太师椅啊，啊，迄个沉香去做的，为只椅啊拢沉香做的。啊，那么咱即马讲买迄个沉香啊，啊，迄算两的，一两就几啊万啦。啊，你甲想看卖，一只迄个太师椅爱偌济的沉香？叫他去做一只太师椅，啊，当然啊，迄、那个价值呢，连城啦。那皇帝送伊啊，这只这个沉香宝座呢，啊，伊起了一个念头，啊，感觉呢，皇帝对伊尊重，啊，伊真了不起了，啊，这个功过五万的念头一起来，这一念之差。何法神离开了啊！原来呢，伊持戒精严啊，道德学问拢真好，有何法神在甲保护，完全借助呢无法度靠近伊的身躯啊。那么这个讲过五万这念起来，何法神走啊？何法神无扶持了啊？那么来就是冤家借助了，找到伊的身上来了啊。那么这个脚头有啊，生一个人面疮啊，差不多呢，强要把这条命送掉去啊，命险无去啊。后来呢，遇到迦六迦尊者啊，这个迦六迦尊者是一位正果的阿罗汉啊，伊的道场在四川。啊，伊去找这个迦六迦尊者啊，五达国师啊，甲迦六迦尊者有缘啊，去四川找伊。那么迦六迦尊者呢，借用这个慈悲三昧水来甲洗迄个人面疮，甲这冤家说法，讲出因前世的因果啊，劝导伊呢，爱甲这个冤仇化解，唔好继续搁再结这个冤，冤冤相报。无了时，唔好搁再结怨了。慈悲水忏是安尼来啊，所以像即一种冤鬼妖魔附在身上治的病，这是医生无法度治疗，治袂好的啊。这病往往
在佛门内面啊，请法师上经拜忏，啊，来个回向也好。为什么会好呢？这是等于个调解，跟双方面来调解，该修复啊，回向何伊，回向迄个完全借助调解啊，这完全借助伊若接受了啊，接受伊就离开了，安尼变自然就好了啊，像。徛着徛尊者特五达国师伫个边呢，伊个冤家接受了，啊，接受调解了，就离开了，啊，伊个病就好了，啊，无食药啊就好了。所以有一挂病，求佛菩萨调解是有效果的，啊，但是你生理上个病无法度，啊，譬如讲伤风感冒啦。你求佛菩萨无用处，一定找医生爱食药，安尼呢，才会好。啊，那么这是第二种啊，冤业病。第三种病真麻烦呐，啊，比头前两种较麻烦，就是佛在此地讲的，这叫业障病啦。啊，家己做恶业做多呢，第二病。啊，那么这呢，也不是冤家债主，啊，无法度去调解，啊，也不是生理的病，找医生也无效，啊，是你家己做罪业深重，啊，并不是冤家债主出来，也不是你身体无健康，啊，是你家己做业做得太多了，治疗这个病。这就是讲，素性不得，世中见之。这款的病在咱世间也未少，咱常常可以看到，啊，可以听到这款的病，啊，这款的病人啊，啊，那么这个病呢，冤业病呢，医药吃吃好，无两三天又搁病，啊，扯骗医生，啊，吃嘛是同款。孤等病啦，一直袂好啊。那么这种病，敢有办法通救？也是有救啊，唔是讲无救。用什么方法救？真正忏悔、忏除业障，从内心内面发自性心求忏悔，知影家己过去所做的罪业啊，从今日起回头，彻底回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伊个病就好了。啊，所以爱真正修忏悔，真正断恶修善。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常讲，佛是文中有求必应。啊，这话无错，但是求爱如理如法的求，就是爱合理、爱合法。啊，这个求才有效果。才真正会当圆满。如果咱所求无合理、无如法啊，这求就无用处，得袂到效果啊。有时候去求，反倒倒来增加业障，这是咱一定爱知影。所以学佛袂使无明了经典啊，袂使无明经。啊，袂使唔捌道理，啊，捌道理一定爱念经，爱听经，爱常常读诵大乘经典，啊，你这明了啊，这明了这道理方法，这部经非常之好，历史拢讲得真圆满，所以你常常读这部经，一切历史因果你拢会清清楚楚。你知影自己一生的遭遇，乃至看到别人，你知影是甚物因果？你也知影挽救的方法，家己知影。可是遇到苦难的人，伊唔知影。啊，如果伊无善根，你甲伊讲啊，伊也讲你伫骂伊啊，啊，你伫讲伊歹话，啊，伊滴就变。
都在可怜了啊！你还佫讲伊是做恶业啊？伊反倒转来呢，来骂你，听了受气啊！不但袂接受，也拜天啊！所以这就无可奈何了。纵然咱明了挽救的方法，也帮袂着忙啦，也无法度。这是因缘无具足。那么这段这是讲花布啊，在现在时呢啊，地着边受种种的灾殃。那么这个花布呢，这个在道家《太上感应篇》呀，也讲得真详细啊。所以这处呢，咱这个无量寿经啊，那是讲完满，还够一点啊时间呢。啊，我想讲从这个感应篇，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当补助呢，咱无量寿经这个33篇到37篇，啊，等于呢补充说明，啊，使咱对这个善恶因果，会认识得更加清楚，更加明了。那么这讲花布，下面这一句是讲果布咯，啊，是人死了后啊，对了三恶道。迄个受将入三恶道，仇痛苦毒，自相交连。人死的时候啊，咱伫个旁边观察，也大致上会当知影讲，伊死了后去倒一列了，啊，到倒去。大凡险将啊，大部分呢，那是好死啊，就讲死的时阵啊，伊真好走。走的时阵呢，真好走。来生会当往生到人天两道，往生人天善道啊！啊，咱一般俗话讲的，一个好死就好生啦。啊，看死的时阵呢，走的时阵呢，情形是好也是不好。那么那是真艰苦死啊，当然。来生去的所在是什么道，都较歹啦。所以咱看人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好事就是伊心地一定清楚，袂迷迷糊糊，啊，袂糊里糊涂。啊，人若是未熟，入三恶道的机会就大了。注意想想的，多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伊会去变畜生。啊，去变恶鬼对地下，这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入三恶道拢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去了以后，得到这个恶道的心，才知影唔对了，唔对也无法度离开了，已经坠落了，啊，脱离不了了。所以是迷失颠倒，非常之可怕，非常可怕。咱一生的修行，讲老实话，就是希望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唔好迷失颠倒，这是福报。咱中国古早时候啊，讲五福临门，五福最后一个就是好事啦，啊，叫做寿终考，啊，就是好事的意思。啊，在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要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算是你无学佛，也决定袂堕落恶道。所以讲好死决定好生，啊，一来生一定比这一生也搁较舒适，也较好。死的样若无好，情况无好，恶道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尤其是死的时候非常之痛苦。是必定入恶道，所以动手一定要提高警觉心，认真的修福。修福里面最殊胜的福报，第一大善大福，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日夜保护你。你什么款的灾难都遇不着。你只要诚心诚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现前就得到这个好处。这不是普通的护法神，是25位菩萨来保护你。菩萨为何来？阿弥陀佛派来。所以咱即搭一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就知影。咱这个心真诚，阿弥陀佛就派遣菩萨来照顾咱，来保护你。我再看下面经文，穷极万家，敬上杀伤，众笑未起，成大困极。那么往往呢，小小的嫌疑，那袂当忍让，彼此两方面拢唔肯吃亏，唔肯忍让，啊，这冤仇愈来愈严重。争执就愈来愈厉害了，所以叫杀伤，叫困敌，敌是激烈。这拢是教予咱爱认识因缘果报的真相，爱知影远离一切恶行。所以六波罗蜜内面，忍六波罗蜜非常重要。咱能忍就无容易做罪业了。下面讲出啊，是多一挂代志引起的啊，引起这争执、这怨害，请看经文。该由贪着财色，不肯施费，各欲自快，无休曲折，痴欲所逼，何计正利？开始世间小的啊，是个人与个人的争执。大的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什么原因起来啊？确实不外乎佛法在经上讲的这个原则，拢是贪着财色，唔肯布施，唔肯忍让，只顾家己，无顾别人，无休曲折，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啊，自己强大。就欺负弱小，弱小也不甘愿被欺负，啊，当然就反抗。啊，势力是互相消长，这拢是武器。啊，所以众里言之，离未开贪嗔痴慢，这是一切恶业的根本。何计正利？人与人争利，国与国争利，天下本来有太平。唯有读佛经，才知影宇宙人生的真相，才知影安分守己，以人无争，以世无求，这是佛教导咱。下面咱搁再看，富贵荣华，当时快意啊，这是讲你争。彼此争夺，纵然你得到了，得到你是当时快意啊！得到的时阵呢，当时呢，感觉呢，真快乐啦，啊，真顺家己的意思。下面讲不能忍辱，不无修善，为世无忌，随意磨灭啊。那么富贵荣华。得到了啊！得到当时呢，感觉真快意啊，啊，真好啊！啊，像这个做总统、做大官啊，在社会上得到这荣华富贵人啊，得到的时阵啊，真快意。啊，得到的时阵，那是不能忍辱啊，伊袂当受忍辱，不无受限。啊，唔去修善事，啊，断恶修善啊。啊，那是安尼话呢？虽然富贵荣华得到，无偌久，啊，下面讲为势无忌，啊，为得势力无忌就讲无偌久啦，啊，无几年就无去了，啊，因为呢，无继续修嘛。啊，现在得到的是过去先修的，
过去先收的，即马无继续收啊，即福报来开完，啊都无啊，啊，所以为时无计，随意磨灭啊，磨的消磨，灭的是无去啊，啊，即地位啊、势力、财富拢无去了，啊，即咱在啊现前啊社会上国内国外。啊，拢看得真侪。啊，那么这件代志呢？啊，过去导师在新加坡讲这部经的时阵，啊，伊也举出一个例啦。啊，迄阵十几年前讲这部经，第一次讲这部经。那么迄阵啊，去新加坡呢，导师伊也去参观新加坡有一个观光点。蜡像馆，蜡像馆啊，那么内面呢，就摆一挂这啊，这个风俗民情啊，要新加坡过去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也即书籍啊，做一挂人啊，用蜡去做的啊，佮将遐发生过代志呢啊，做出来遐展览啊，那么。导师呢，伊去看这个蜡像馆啊，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侵略新加坡的时候，啊，去占这个占领新加坡啊。那么占领的时阵呢，啊，你看迄阵日本的军阀啊，真正是一时快，把这个地方征服了，英国向伊投降了。啊！但是过无两三年呢，威势无忌，伊家己也消灭了。啊，伊也向别人投降了。啊，转眼之间，啊，所以你甲算算个呢，时间也无过四年呀。四年以后，伊就甲别人投降了。啊，你想看，就享受这四年的福报。啊，实在讲，只享受三年的荣华富贵。啊，那么享受这个富贵，做偌济的事业，抬偌济人，捞偌济费，啊，伊夺了什么去呢？啊，最后战败了，啊，国家呢将要亡国，这是因果报应，确实太快速了。所以大家呢看到这个历史故事，咱来提高警觉心。啊！你威势袂当长远的保持，会消失的。到消失迄一天，你要安怎样？你当时强的时候，你欺负人；，甲你衰弱的时阵，人同款用这个手段来对付你。啊！你感觉如何？啊！如果咱无愿意人安尼对待我，我强的时候就不可以欺负别人。啊！善因善果，恶因是恶报。天道始终自然救治，静静将将动力其中，古今有时同在可相。啊，这是佛一面教诫咱，一面非常的感叹。天道始终自然救治，这是咱中国人常讲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意思就是讲。正的因必定有果报，果报只是早晚而已。如果做的恶大，做的恶深重，这果报转眼就现前。下面这句“静静将将”是惊慌失措的样啊，真惊吓啊，就是无依无靠啦啊！这果报现前的时阵呢，无依无靠。感觉心心不安，慌慌张张啊，心心不安是形容啊这种模样。当立其中，古今有时啊，古今有时古早甲今嘛啊，拢有这款情形，就是教予咱啊，你甲看看呢，古往今来这历史啊，你阁看过去这人，善由啊，善因决定。有善报，恶因一定有恶报。
孔老夫子一生教人仁义道德，一生积善，无一个恶念，无一念是害人，损人利己，无这一念，所以伊的子子孙孙拢好，一直到今日，孔德行先生是七十几代一个后代。拢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不但中国人尊敬，连外国人都尊敬。听讲孔老夫子的后代拢特别骄态，所以人在一生当中不可以存一念害人之心，利己损人的代志袂使做，不但袂使做，这念头都不可以有。那么安尼呢？你将来得的果报？决定是善，决定是好，善因善果，这咱一定要相信。逆定得佛经语，佛跟弥勒菩萨讲，跟弥勒菩萨讲，以及当时在会大众，这个经语就是指这部经，这部无量寿经，俗殊为止，各自短寿。终身不殆啊！所以遇到这部经啊，是无比的福报，无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一般佛经你会遇到，这部经你遇袂到。这部经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共同弘扬的一部经典，是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得到不容易。所以佛在此地教予咱，你既然真幸运，你过去是积啊积个大善根，你自身得到了，得到之后爱俗殊为止啊，所以你爱常常读诵啊，你爱甲念佛习，念习之后常常想着经内面的教诲，经内面讲的道理，你爱常常想。各自短寿，想的时候，咱爱甲，就是爱甲这部经变成咱家己的思想，变成咱家己的行为。注意爱知影，这部经是阿弥陀佛的思想，是阿弥陀佛的见解，是阿弥陀佛的行为。如果咱改变成咱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变成阿弥陀佛啊！你想看你是不是一定会到极乐世界去一定会去嘛？你跟阿弥陀佛真正同心、同愿、同解、同行，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这才叫合佛。这是咱这部经得到了，无白读了。千万唔好以为佛经高高在上，咱逐工念，只好甲顶礼，唔是安尼尔，爱去了解，了解以后爱去做到，那是干那念，逐工顶礼做袂到，这无用处。爱真正个做到，爱把这部经变成咱家己，变成咱家己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把家己变成阿弥陀佛，这才叫学佛。我爱学的甲佛同款，佛是一个榜样、模范，我爱向伊学习，学的甲伊一模一样，这叫学佛。所以学佛甲拜佛无共款，甲拜神也无共款。拜神呢，你袂当变成上帝。你拜上帝总是袂使讲将来我要做上帝。你拜神呢，无可能。
啊，去做上帝，去抢伊个位，迄不可以。啊，那么拜佛无共款啊，佛是圣人大圣，菩萨是大贤，佛教予咱爱圣圣圣贤，啊，教予咱讲咱爱甲伊共款啊，啊，甲伊学习啊，即、這个才对的。啊，佛是老师，咱是学生，佛的学生。下面啊，讲终身不退啊，啊，终身就讲将咱这一生尽行修修持，啊，活一天修持一天，每天爱读诵。啊，那么咱导师啊，是先教咱大家三年当中。从这部《无量寿经》念3000遍，3000遍念完之后，啊，那么伊袂搁再勉强你念，为什么呢？你家己自然会去念。为什么自然会念呢？啊，这个经内面的法味呢，你念出来啊。你吃到这个法味了，啊，叫你卖念都无可能，啊，你念了欢喜了，这就法喜充满，愈念愈欢喜啊。现在你也无想要念，啊，就是因为你也无吃到这个法味嘛，啊，敢那吃甘蔗，啊，即马在咧嗑甘蔗皮，啊，甘蔗皮呢涩苦也无好食。啊，头前这个阶段就是安尼。啊，当你念上3000遍的，敢那甘蔗皮嗑掉啊，食到甘蔗迄个肉，食到迄个甜汁咯。啊，叫你卖食无可能咯。啊，所以呢，这个法味食到之后欲罢不能。啊，人阻碍你呢，阻碍你叫你卖念嘛，也做袂到。啊，你也是逐天的念。为什么呢？有味了，啊，念出法味来了，法喜充满，啊，你会认真读经，啊，你会感觉呢，读经是天下第一乐事，最快乐的代志，无比这更加快乐。古早人常用讲读书乐，啊，讲读书是真快乐的代志，读书真快乐了。啊，读书是古早呢，这个世间圣贤著，四书五经。啊，这世间圣贤著呢，古早人读圣贤著呢，真快乐。啊，圣贤著就教咱做人的道理。啊，但读书就真乐了。那么读经，尤其是读这部《无量寿经》，是第一乐事。啊，可以讲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读这个经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所以希望恁同学啊，大家呢慢慢培养一个基础，会当真正吃到法味。你这一生，佛家常讲离苦得乐啊，这个离苦得乐，你马上就得到了啊，真正一切犹如牵挂。烦恼拢拢烟消云散了。你所得到的乐，不是一般人会当想会到的，一般人无法度想会到。为什么呢？伊无入这个境界，伊想袂到。尊敬敬贤啊，对于圣贤人爱怎样尊敬？对于一切贤士贤人爱怎样敬重？人主博爱，主爱知影这个博爱这两字是出在佛经，就出在这部《无量寿经》啊，不是外教讲的博爱啊，佛经上早就有了。佛教出现在这个世间，都以外国人的算法啊，那么比基督教呢也早600年啊，基督教呢比佛教呢。较晚600年，
佛教历史呢，较长。啊，佛在此地教咱人慈博爱，就是以平等的爱心对待一切众生。当求度世，度世就是爱超度这个世间，就是六道轮回。这才是真正觉悟，决定不可以贪恋世间。这个世间是讲六道，六道不可以贪恋。这集的时间到了，那么咱就报告到这段啊，下面的经文下一集再继续来个注意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